被抓很久，他就是。好，大家，我这是今天特意去打了这么多盆龙啊，我们就掌握这个老坑。来，现在打船，我们打进去。来，一个多。来，回去吧，二三这边把它爬了。过了好几天。抽干了，哇，第一只看见，哇，漂亮，龙，哦，哦，什么的，鱼挺多哈，来来来，这是什么鱼？哦，会转圈圈啊，哇，这么大，草鱼吧，这个专门吃龙须鲨鱼，来收，哎，小黑雕，抓住了。哎，哦，这是珍珠白，收了。哇、哦，这里又看见一只大货。哇、哦，这个鱼漂亮吧？这么大，很少抓过这么大的鱼。你看，这里也一只。哎，珍珠白。蓝色翅膀，很漂亮啊！收了，哎，看见一只什么鱼？哇，小奶鲈，漂亮，收了，来了，哇，这么大金钱鲨！哇，你们见过这么大的吗？哇，漂亮，长得天使的脸，来收了，哇，哇，漂亮，黑雕。龙虾躲在这里，哇，漂亮！小青龙，哇，小黑雕，来了，哇，哇，漂亮！你看身上多漂亮！哇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哇，这么大，有一个四五斤吧，还在张嘴，漂亮！龙的身上很漂亮哈，来，这里是什么？哦，鲈鱼，哇、哦，大螃蟹，漂亮，这个什么七八两，三牙五爪，哇、哦，大红骨，哇、哦，一抓红骨它就爽。喂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哇，爆缸，开封了，哎，哦，又一只小奶鲈，漂亮，你跑哪去？哇，珍珠吧，温顺，哇、哦，活龙出水，飞着翅膀，很漂亮哈。长得天使一样的脸蛋，魔鬼一样的身材，漂亮。嗯，这里，哇、哦，蓝鱼，二九，一斤多的蓝鱼，这是什么？橡皮胶一样。哇、哦，蓝鱼跟狗鲨的谈恋爱，一斤左右哈，一只甩头，漂亮，收了。小奶雕，哎，又是什么？哇，身上太漂亮了！哇，爆青天，开光了！这里是什么鱼？哇，又是龙的，超级漂亮！来，收了。哎，哇，你看，这个鳍多漂亮！像个盘金骨鱼啊，又一只，第三只，这种鱼很凶猛的，
标，一二三，漂亮，这导游一两个，收了。好了，我们差不多摸遍了，回家吧。阿敢回去了，等下去船上看一下鱼货啊，今天还不错。走。哎。我们现在到家了啊，今天收获总体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坑是我山西的一个粉丝包了哈，我们现在把它真空包装一下，发货发给他。喜欢阿生赶海的，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